变态老师掷骰子、吐口水、抹鼻屎当处罚。有这样变态的老师，日本崎玉县一位59岁男老师制作3个骰子，上面写有不同的情境，如果学生违规，就要掷骰子执行组合出来的指令，例如被老师吐口水，或是被老师的鼻屎涂抹。女生甚至还有可能抽到要与老师当一辈子恋人。除了骰子外，变态老师还自制教鞭，管教不听话的学生，家长获悉火冒三丈投诉。校长除了公开道歉，教育当局也展开调查。看来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师，现在该为自己制作骰子，情境组合应该是退休、开除及吃官司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